大家好啊，小弟叫957，在南京这边搞二手房车的哈。今天这台配置天花板的我已经做完了 ，V80 B 型房车配置天花板，天花板在哪里啊？看上面，全自动的一个伸缩太阳能板，全自动的伸缩太阳能板，展开之后是1200瓦太阳能板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完全还没有啊。后方配了一个宏盛达3000瓦的底质发电机。再来开门啊，耐不耐是吧？啊，洗衣机，户外的卡拉 OK 系统啊，唱特别好听。这个音箱打开之后，效果好极了啊！我给你们试一下。哎，就这样啊，效果非常好。我关了，不然我听不见声音了。2018年登记上牌的一台车啊，然后呢 ,2.5T 柴油自动挡多媒体的这个一个平台啊，它这个纽曼这个机器很有意思啊，要是不带，不然我给你试一下，带这个监控啊，带这个倒车影像，然后蓝牌 C 本自动挡，长轴高顶啊，2.6米的高度，5.9米的一个长度，1998的一个宽度啊，国五的车。这上面是空调冷风是后面的那一套啊，这个不管前面，这是管后面行车的冷风和热风都在这里，崭崭新的一个车，目前为止36000公里啊。车身有很漂亮的一套拉花，然后我们走进车内，500的锂电啊，这是电池的扩轮机，500的锂电，然后这边是独立的一个温控啊，温控它不是柴暖，这边纽福克斯3000瓦的一个逆变器，200升的清水箱啊，兄弟们，200升的清水箱。我们进到车内看一下这边对卡座的一个布局啊，然后上方是储物柜，然后9宫格的一个4格的灯啊，然后没有洗手间，不要着急啊，小弟来慢慢讲。前面是大冰柜，45升大冰柜啊，这个就是按摩座椅，带加热腿托啊，通风，然后有16项的一个按摩调节，从奔驰车上装的啊。奔驰上的那一套，我们知道啊，斯宾特啊和那个大巴房车都有这一套，各种各样各种，反正非常 nice 啊，非常 nice。两个电视机，这里面才是电视机，但是也有音箱，在这里带一套 DSP 的一个模块，蓝牙模块，效果非常 OK。对卡座啊，电动的一个桌，往下放你就按那个，它就往下放了。然后这有按钮啊，电机会加长这张床一直到这里。从而拼成一张1.95米×1.3米的双人床，不用担心大个子睡不下啊，不会，就这样，就反正就这意思啊。然后是白天的时候收回，晚上的时候你需要拼你就拼啊。如果不拼的话，是一个1米×1.90米的一个单人床，电动的桌板，兄弟们，电动桌板，电动桌板啊。然后我一来给你讲它的功能。来来，让我们走到这边来，来来啊。底质宏盛达的发电机直通这一台多美达冷暖双用空调，排除你的太阳能板，它还能用半个月。这是发电机的控制面板，平时呢我们用遥控器去控制它。打开这个啊，这是空开，前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。然后英特尔的一个50升的小冰箱，下面是大衣柜，大衣柜啊，上方是一个微波炉啊，大宇原装进口，你看这个色系啊，搭配的是很有意思，白色配原木啊，蓝色的微波炉，这边都是什么东西啊？折叠洗手间，兄弟们，折叠洗手间啊！我进去上厕所，我可以把门拉起来。嘿嘿嘿，啊，它是你要洗澡上厕所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外推出来啊，从这里推出来，里面有洗脸盆，有换气扇，还有毛巾架，这些都有。然后我们进入它的卧室区域啊。这台车我讲半天，可能有人觉得很贵啊，十几个，上方一个大天窗啊，这边带这个防蚊纱帘，这些都有啊，都有，啊，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冲前，我觉得应该是冲前啊，这是防蚊啊，这个可以打开，然后后面一张1.25米×1.8米的一个床啊，拉起来，这很有意思啊。侧拉式的一个门啊，拿东西会比较方便。这边呢是储物柜，比较大，大号储物柜，兄弟们，好大，可以放被子啊，灌冬的。这边没有做门，因为放里面东西不会掉。嘿，兄弟们啊，好好来看，
金刚砂网啊，东北湾 Life 风。有点，这是独立的一个开关，然后两边有这个灯啊，里面有灯，有开关。这是收合哪里啊？不知道。这边也是啊，一样。上方是驻车空调、行车空调、暖气、热水、热风全有啊。就这样一个状态啊，兄弟们哈，就把门打开。它这个我后面地方有点小，不好意思。躺在这里看风景啊，这个门你也可以选择把它关上啊，这个防止蚊虫进入啊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。喜不喜欢啊？开不开心啊？惊不惊喜？耐不耐斯嘛？啊，非常耐斯的一个后门打开，然后坐在这里啊，喝茶喝咖啡啊。这个门好讨厌。用这台车不用担心它的用电啊，这台车永远不会缺电。来，我们这个后面来看一下它的厨房。有老铁说你家没厨房吗？哎，来嘛，啊，肯定有厨房。后挂的一个备胎，注定下面是不简单的。加大的水箱，这是知道。本来备胎应该是在底下掉，把它弄上来什么意思呢？水箱加大了呀，加了一个水箱。这谁停的车啊？非常的不 nice。以后往前多前停点啊，门都打不开呢。这个是一个抽拉灶啊，抽拉灶带水池的一个抽拉灶，现在无法展示了。然后这是一个自吸棒，你有什么用处啊？你到加油站，比方说服务区的，我想加水，拎一个桶，把它插进去，就可以吸到车里面去了，很好用，小东西很好用啊。这边是巨大的储物空间，巨大的一个储物空间，床整个床下面都是储物仓啊，没毛病啊，非常 nice， 没毛病啊。可是那左侧啊，外置充电什么的乱七八糟都有，而且拉花特别漂亮，我保证它没有事故啊，没有水淹、水泡、火烧，然后就这些。十几个 W 啊，那个老再见啊。